共机舰袭扰我周边海空域已经成常态，而昨天有军事粉专揭露，又有一艘中共军舰出现在台湾东北角海域。军事粉专的团队指出，11号下午3点多，他们拍到了中共052型舰出现在宜兰乌石鼻东方32海里处，我海军康帝级舰在一旁追随跟随监控。由于呢，近期呢，中科院九鹏基地有对海型飞弹试射计划，不排除共舰是为了搜集相关资料。而另外呢，国防部也公布11号一整天侦获9艘次共舰、9架次共机，其中有3架次共机逾越海峡中线。